来走，代志安尼敢对？大爷啊，啊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我会记得，迄一天我太好运的时，我手落头去，你敢知啊？我你也是欢喜干咧，笑眯眯，因老爸嘛答应，要甲我你也记了我。大爷啊，起码莫讲遮有诶无诶啦，你加讲是加烦恼诶啦。唉，也毋过，代志哪会变干呢？安尼敢对？大爷，啥物拢莫讲啊，讲较济嘛无路用。行啦，咱来转啦。大爷，行啦，莫想遐济啊啦。容易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！大文生，Thank you.
知影大嫂等于泉州吼，你心内底是足艰苦，你嘛袂使接受这个事实。但是你嘛袂使一讲讲，青讲白讲，死计了代志啊！你啊，搁叫用两个官是要安怎？是讲要伊食免钱的饭了？你是知影就使啦，啊，代志自头到尾你敢知影半项？啊，今仔做乌龟人不是你咧，是我咧，这口气我吞下落心。大个啊，不管什么乌龟啊，是不是乌龟啦？大本身这人你敢不知？啊，泉州府甲这台北府，伊是花枝花朵的人咧，你唔知前日甲伊扯平了？剩落你啊，搁用两亿关，你要叫做事实要安怎啦？大个啊，我知影吼，我已经是一个了尾仔囝，一个敢有你外口咧弄溜脸啊？万一闹出个遐代志，我嘛知影，我阿公甲我阿爸对我足失望的，连我家己我嘛唔知影明仔载是要创啥的。我实在你了吼，我也知影人生不是干那讲食饮佚佗，上重要就是讲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唔好知影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的。大个啊，我也无大兄啦，我嘛一直把你当作是我家己大兄同款，搁较亲的。今仔日哦，你有啥物怨气？你无带来我这个事，无要紧。你嘛爱带来阿母甲公明的份上。大个，你若无注意，搁叫名气是要安怎？阿母甲公明啊，是要来谁来照顾？人讲吼，人是斗智，唔通斗气。我唔管你甲杜文新两个人到底有啥物恩怨，这件代志吼，暂时准煞。大个啊，阿母搁在厝里等，一定足烦恼的。你也出来几工啊？咱回来啦。坤大，安怎？拢传好啊？坤大。你一句话，我兄弟甲家婿拢传好啊，事实应该命。真好，我跟你讲，下暗就分死，一个名分我，行，行，去。少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来找修行啊！迄街仔路遐尼啊济人，伊当众将少爷你拍着伤，这口气我忍袂去，所以我带人要来解释呀。放肆，不准去。少爷。我说，通通给我退下，不准去！是，阿伯，你先传回去。好，我先等。你若有需要，尽量反复，我随时传人来。多谢你。少爷，刚讲这件代志就会安尼滚走煞。对，我就叫你一个人去，你去问清楚，周晨他为什么要打我？但我不是要你打架。知道。是。阿祥啊，啊你是安怎？哪不敢安尼啦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啊，阿祥是安怎样啦？哈？阿祥啊，你是安怎？老家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奈安尼？像我，紧去提烧水甲药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阿母你先坐啦。是安怎？阿祥啊，你是走去对？哪不敢安尼啦？阿姐嘞，啊你不是要去遛阿姐？阿姨人嘞？是啊，啊到底是安怎啦？阿祥，你唔要紧讲。阿都，安怎啦？王金呐，阿祥那都紧讲啊。阿都冤大去就拄着杜文新啦。王金，你甲杜文新冤家哦？这甲杜文新有啥物关系啊？算唔知影。我甲阮大爷去叫阮大嫂啦，啊叫到大船头的时阵，大嫂就无去啊。阮大爷坐人工车、人工车坐咧遐啦，坐到日头顶要落山，我看伊啦，我阿大爷咱好转来啊。啊，你路下拄着杜文生啦，我嘛唔知影阮大爷啥甲会冤起。
有遐拄好诶？阿姊前脚才坐船要转去泉州，哦，杜少爷就出现伫遐。这哦，一定是因两个串通好啊！啊，若无哦，哪有遐拄好？阿成啊，我叫你卖去入，你都唔听。伊心肝遐尔凶，啊，掠贪坏，连囡仔伊都无爱滴啊！啊，对啊，好好，啊，杜文胜会出现伫迄个所在，一定是约好的啦。但安尼拍都拍过啊，出一俩亏也好啦。阿成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准煞啦。囡仔甲车勇大汉，较要紧啦，一家会当团圆上好啦，知无？对啦，大，阿姆讲咱无唔对啦，你吼爱看破啦，为头做起啦。大枵啊，大家巴肚也枵啊，笑我啦。嗯。今日串串的，互大家食。哦，好。阿婶啊，阿婶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你是咧靠会大阿婶啦？你是做好人哦，是要人哭哭七岁少啦，有代志用讲的啦，莫安尼啦。是啊，我你也是啊，是啊，我你是啊。你这么写讲唔对啊？咩？我咧讲唔对，这款代志要哪样分生酒？我拄只是渡船头，拄着一个泉州来的这个船头，讲我你也跳哎。消息啦！我一定探听出来。迄个刘老李坐船要倒去泉州的时阵，想袂到伫个半途跳海自杀。哪讲？伊是阿星的母，是我的大姐。伊若不是遐有度量去接受我，我今仔日嘛无可能做恁周家的媳妇。我嘛不知道要安怎报答伊，我只是想要加减替伊做一寡过身了后的代志。知影啥啦？
是啊，大家拢做好啊，敢讲咱毋免准备一寡物件，好明仔载带去用哦。同款，敢若翻同咧，啊？伊是哦，干哪加烧金啦，无遐好心啦。无当是咧讲啥啦？免咧咧讲啥？你看伊倒只，哭甲一只敢若嫌咧，敢若变做咧死爸死母咧。什么你都唔甘愿你啊咯？安怎拄安怎咯？你若唔相信，伊若愿你，若转来，伊若无惊到死死混咧，我才输你。再讲再讲，唔是我来爱讲。那话你会去行这条路哦？你若负一半的责任啦，你。大哥，你是咧讲啥？敢像我老徐有啥物关系哦？伊是做啥物唔对代志哦？啥物咧关系？连你嘛同款。今仔成会带细姨，就是你踮鱼缸边咧塞龙。伊若无哦，成也袂带细姨，话你也着袂行底路。我咧塞龙，我咧。好啦，大哥讲话无唔对啊。假使你甲头家拢甲心囥咧胡杰铺，胡杰铺嘛袂出问题啊，大叔嘛免走，搁较袂比行到这条绝路。啊，要讲起来，咱大家拢嘛有责任啦。虽然我甲大叔斗阵无偌久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伊人足好诶。安那看吼，伊都无亲像不平诶人，伊哪会讲啦？人讲吼，万生无万死，讲这是要创啥？人都已经死去啊。即嘛，咱小传传嘞，准备明仔买样个物件较重要啦。对，我即嘛，就来做一阵生啊，甲唔嘛歹势讲，又搁歹势做代志，明仔载来回一个无机果。我知影，你因嘛会踮咧遮过暝，过暝过好。阿姊若是转来，伊的脚印会用在遮。吉瑞啊，你有哪正捌代志？你心肝头都要放乌开，唔通伤悲伤。等明仔载英魂回来，阿姐若是有回来。看到这件衫，伊就知影这间是伊的房间。军团那边说啊，刚出海还没上大船，他就跳海自杀。
可怜。可怜什么？伊若等于酒驾，更加可怜了。嗯，你这就说对了。林月里绝对不是银花的对手。这回的银花，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，又狠又准。不过，这也提醒了我，往后对他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提到往后，得叫银花赶紧把香烛铺的事情解决。万一真让周成把香烛铺给收了，除了我们计划成功之外，你可要损失上千两的银子。嗯，我是得跟他说说，我可不能让他们收了顺利香烛铺。你不用弄了，大哥，谁呢？原理啊，是恁酒驾的现车，在生不是恁酒驾的人，死后更加不是恁酒驾的鬼。就是讲，你甲恁老母以及恁的公妈，温存要原理啊入去，但是门神甲护卫绝对是不温存。明辉啊，我安尼讲对啦吼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哥安尼讲的对。啊，不过阿母啊。咱即摆是要安怎？大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大哥啊，嗯，阿爸即摆请都请回来啊，啊，是要怎处理？新礼无失，旧礼无灭，叫规矩来啦，无法度啦。头家啊。那不，咱先来大嫂的房间才参详啦。你啊，在生的时阵啊，被逼去跳海，之后连一身珠宝你都猜无咯，
侥幸失德哦，了然哦，我你啊。头家，你摕一个香炉甲香来。好。金梅姐啊，我来摕啦。唔免，你去摕香。你来，多谢你。大哥啊，啊，无暂时安尼啦。临时临了，只好是安尼，啊，无要安怎？是啊，做有北顿的啊，听讲明啊，听啊，袂输家己的囝。啊，我也实在吼。阿是啊，人讲哦，绣花莲盆，你对我遐尼好，啊，光明阁是你的后生，阿姊即马过身啊，啊，我照顾光明嘛是应该的啊。金龙啊，你哦，是啊，真捌代志啦。啊，我呢？也不知道要怎麼來感激你。阿成，咱是翁仔某呢，你又跟我說什麼感激話？以後你別再這樣說了。對啦，阿成，明仔吼，我想要找一間較好的禪師。禪師？你找禪師是要做啥？給阿姊啊。虽然阿姊吼已经甲你离言啦，啊，不过搁较安怎讲哦，恁过去嘛是翁仔某，啊，伊嘛是光明的阿母。阿姊虽然已经过身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无忍心予伊做一个孤魂野鬼，所以我毋只想要找一间较好的禅师，家己会认为吼安怎好势。我安尼做嘛算讲做一盏功德啦。阿成啊，我安尼做。你有同意无？同意，同意，我当然嘛同意。林花啊，你遐万项代志拢替我伫设想，实足得人听。前辈，公妈已经答应啊。阿母，啊，你是伫跋杯，啊，你问什么代志？阿成啊，你来真拄好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拄伫咧烦恼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唔只讲吼，问公妈看嘛咧，阿姨已经答应啊啦。答应？啊，是答应什么代志？好我你啊，徛灵啊。啊！对外，你个老爸有一个交代，我心肝头啊较安心。是啊，阿公妈答应啊，明仔透早吼，你准备金香证，请外你个灵位吼入来听头。没到。对啊，是安怎？
啊，他公妈都已经答应啊，是安那袂用伊啦？伊是咱酒家二爷的人呢，伊哪会用呢哦？甲咱酒家做工做嘛徛斗阵呢？不会啦，啊，外你啊，伊是公命，哎，老母，啊，搁再讲，伊对咱酒家嘛付出袂少啊。搁较大的温情哦，嘛袂用拍歹规矩。 啊，若无吼，甲咱酒家大厅当作是有因公庙啊！不会啊，啊你是了后袂讲啥啦？我才无后袂讲嘞，我欲是会人带煞呢，万一若是煞着阿母吼，发生啥物不幸的代志，还是啥物人欲负责？哇，你也是我的新妇，要哪会甲我煞着啦？无喏，阿母啊，哇，你去讨欠兄，互阿成歹做人，互咱酒家人无面子呢，啊，你搁甲伊当作是你的新妇？ 伊敢有甲你当作哦？你是伊的大家。啊，真正吼，要甲伊的认为哦，甲咱酒家做工作嘛，甲无吼，敢讲你唔惊外口的人哦，讲伊侮辱着咱酒家祖先。啊，但酒家的祖先啊，都已经带。阿母吼，阿母吼，你看，你煞着吼，我讲的有声吼。 明仔载透早准备去庙前，请外你阿列位入来听头徛灵。阿母，你袂用安尼啦。酒家，一切也是由我做主。阿母啊，阿母，我是酒家的人，我安尼做嘛是为着酒家在咧失丧啊。你哪会颠倒为别人伫怪我啦？我哪有为别人伫咧怪？也毋过我阿哩知影。 你唔通逼我吼做一个忘恩背义的啦！阿母，我无啦，我是酒家的新妇，我应该友好你，应该为你设想。我若是讲话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你会用去骂我，会用去怪我，会用去教我。阿母，我是希望你会当接受我的心意啊！我无怪你啦。 请我你阿莲威入来听头听。别闹呀！别冤叫啊！就在，你在创啥？ 是小阮大嫂啊！哦，唔是阿妮啦，你这大嫂啊！哎，这你哎，小较大嫂较有钱啦。你是孙俪娘这破半的头家，连这你都唔捌啊？这还有千金，还有万金，还有嫁啦，袂用拢迄万金啦。哎，是有影，有影，你要甲我骗的。莫遐来讲五四三，谈五四钱来，甲无四钱来，谈五就较紧，较紧，较省乎念的。怎样？ 三年酒吼，啊，差不多要徛灵吼。大嫂啊，唔对啦，我应该叫你吼，是无缘的大嫂啦。你都较无这个福气，这么早就来过新年，阿阮大妈对你袂歹呢，伊嘛甲你的灵位吼，才来酒家啦。希望讲吼，你会使较欢喜一下吼。阿弟啊。 人讲在生食一粒葡萄，看下死后拜一粒猪头。虽然人用生的来甲你拜，不管有生意或者是无生意，你一定爱承受。啊，你在生意都较袂晓做人，哦，啊，较慢，所以你都爱灵魂。但是啊，人生爱的公妈嘛，温存你来啊，徛这个公妈道，表示你的威，还阁调咧，哦，无去互别人甲你占去，你爱含笑回头，哦。 你虽然有做对不住阿生的代志，也毋过有人伫咧讲万幸无万幸，你也已经过身做啥人？你后摆过酒家的讲，搭伫酒家的门，算起来是酒家的人。
手甲公妈会答应你，予你徛哩，你也应该满足。行啊，时辰到，来，就我啦，点香好啦。下人心，光明啊，因为有时袂当言语，彼此伊的心意你爱了解，先爱也讲起，代替好人查。彼时祈祷，请临时招马我你临危，上酒甲公妈倒啊。大嫂，起身咯。手，这一点伤算什么？我真是不甘心。李花姐，你是为什么事不高兴啊？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个瘟神给赶走，现在可好了，他又阴魂不散的回来了，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嘛？你是说月里大嫂？我不是说他，我会是说谁呀？银花姐，大嫂人都死了，你又何必跟个死人争呢？你懂什么？我这些日子以来，小心翼翼的服侍老的伺候小的，整天弄得灰头土脸，简直就像个黄脸婆似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希望我老死以后能够正正式式上周家的神位。现在可好了，居然被林月里给抢先了一步，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？银花姐，想到我银花这一辈子孤苦伶仃的，从小父母亲就早死，连个亲人都没有，除了钱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属于我的。现在我好不容易看上了阿晨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丈夫却要跟别人共有，连神位也被林月里给占去了。真的是欺人太甚！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连死了还阴魂不散的不肯放过我，真是可恶！我的衣服呢？衣服？掉你外面去了。是谁咬我？阮啊。伊讲伊要走啊，师傅，
多谢你救我一命。阿弥陀佛，病情发好肺痛，师娘兄，唔嘛好不？你若想要哭，做你尽量哭，当作无我的存在。无想要哭。我真正无想要哭，哭不是代表软弱，坚强的人有时也会流目屎，只是无爱用看了。孙娘呀，当一边的离开，就一直无你的消息，阿兄甲我提起过。讲你对伊的恩惠，功德不必业障多。讲什么恩惠呢？袂记啊。本来就是你倒转去泉州，袂过来台湾啊。电影未了。病情不宜，引起你的伤心。我是家己跳下来自尽的。你睡三天啊，一晚巴肚会枵。我袂枵，我是唔知啊，现在我哪会阁活咧？那还没够好我活嘞，活着是上天给你的恩典。哎，演了几个人？进去看看。紧给他擦这临时无精无神，你暗时是睏袂去，算一罐佛珠。算佛珠。阿弥陀佛。大呀，啊天都光尔，你若这么早就爬来，我是袂放心。自新疆这回，交回期限已经到啊，我都要想一寡办法来处理。咱烦恼啦，我等下店下只看看的吼，过来大场地遐个停停的，大约有咱台北城这的货拢差不多拢给咱停来啊啦。遐经营收收的，到底收偌济啦？哦。咱店的遐个大场埕遐十桶担左右，百五六。大呀，朱新江吼，拢总爱880担呢。啊，这货是天差甲地去啦，免好搞。照讲照去啦。既然我决定安尼做，啊，这货经营的严收收起。啊，我也准备要来朱新江来赎罪啊。本来我来大场埕。现在再讲嘛，大爷，我前面再去啦。好，蛮好。大爷，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少爷，
阿君，咱不是来还家，我想要来找阿新讲代志。阿君，大哥，您出去，先办恁代志。阿君，你出去，我要来找阿新讲代志。好。大爷，阿姐，出去，先办恁代志。这个设计。一寡代志想要甲你讲，海波浪一点点。Thank you.